你不要看其他的那些对跳的，怎么好又什么用呢？有我们这么豪华的外宾啦啦队吧，有我们这是高科技了，没有的呀。阿姨，就冲您这镜头，咱们进市里比赛都不用这些花里胡哨的，就扎扎实实的跳，也能拿个好名次。哦，不来做，小张，这个不行的。创新是阿拉的亮点，对吧？ 所以，小张，你回去呢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怎么样把这个灯光的效果再改进一下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我觉着我们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名，第一名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跳啊？你不累呀？你赶紧睡觉吧。不累不累，作为一个舞蹈演员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这样的话，你待会儿兴奋的睡不着了，赶紧洗澡。哎，那你送送小张啊。 哎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宇文，和我出去走走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刚好，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 其实我能理解你。你看，我啊，父母走得早，打小就是一个人，有点什么事儿呢，也总想有人惦记着，有人说说话，啊，所以啊，我就来酒店当门童了。为什么？这有关系吗？酒店人多，每天都热热闹闹的。 你说客人一来需要你开个车门拿个行李，你就感觉自己被看见了，就特别有存在感。哎，你要再赶上那爱搭话的客人，呵，跟门口跟你聊半天，走的时候连他媳妇生日我都记住了。真是，酒店对我来说啊，就是家，尤其是逢年过节。 站在门口迎来送往，我就感觉他们都是来我家过年似的，看着他们开开心心的，哎，挺有幸福的。往后啊，你再郁闷了，你就来酒店蹭热闹，想喝酒就叫我。 这次哥，咱们这儿该打烊了，账怎么结呀？是接他房账上啊，还是现结呀？当然挂房账了。行。摁手印行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，我结吧。行。你走吧。 风停了，天气预报说今晚可能有雪。刚刮完风就下雪，真是怪天气。要是真能下点雪就好了。我刚才说的那些不是真的。什么？ 我说我们当空乘的，出事的情况见多了，什么都不怕，就这些话，不是真的。哦，那你演的挺像的，我一点都没看出来。见惯了是不假，但出事了也是真害怕，毕竟常年在天上飘着嘛。按照概率来算，也比普通人要危险。飞机颠簸的时候。 我们除了要安抚乘客，还要在心里开始一个30秒的应急估算。一旦机长下指示要迫降，我们只有30秒的时间扔行李、抛燃油，把能减轻负重的东西都扔掉。一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在想，
除了这飞机上的东西，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是能抛下不管的？工作、吃喝、仇人、朋友，没有实现的愿望，没买成的包，这些都能抛下。其实一直以来，这30秒里，除了我妈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抛不下的。但是今天，我在天上绑着安全带，心里读秒的时候，脑子里出现了你。张光正，哎，我喜欢你。我就是个门童，我不是什么大堂经理，我就是个门童。我月收入加起来一共5000多，小费也不固定。然后那个房子是我跟两个同事一起合租的。有恩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也骗了柳阿姨。我的职业是假的，那房子也是你去之前我临时布置的。我做这一切，我就是为了让你相信我是一个有经济条件的经理。但其实我除了一张厚脸皮以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认识你这段时间，我越来越觉得你是那么好的一个姑娘。你把日子过得野火燎原，寸草不生，你就是为了让不值得的人躲着你，让值得的人能遇到你。但是，可惜你遇见了我，一个处心积虑的骗子。这半年时间，对我来说，就像是做了一场梦，但是梦总是要醒的。今天比赛结束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的梦要醒了，不能再瞒着你了。明天我回去找柳阿姨道歉。对不起。我早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你还记得那个叫徐冰的男的吗？就老缠着我那个。啊，他去调查你了，然后还特意跑来告诉我，你是个门童。我知道了以后，我仔细的想想，咱们俩之间的相处，其实你演技还是挺差的。你说你是一个经理，但是你又有大把的时间陪阿姨们跳舞，还有你那些跟经理的身份不太相符的打扮。其实疑点挺多的，主要是我之前没往那方面想，所以才留你到今天。那你怎么？我怎么还说喜欢你？啊。因为我确定我喜欢你。
今天飞机降落的时候，晃得特别厉害，有乘客一直在那儿嚷嚷，周围的环境特别的乱。我那时候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疑点，反而是你陪我妈他们跳舞的样子，你在马路上跟别人打架的样子。飞机落地了，乘客都安静了，我心里就特别的烦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我放不下的人里多了一个你。张文正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心里有你了，所以才会害怕。不是说了吗？人在生死面前，最能看清楚自己的心。我觉得我比想象的要喜欢你。你呢？给你30秒，你闭上眼睛想一下，如果30秒以后就定生死了，让你把能放下的都放下，你能放下我吗？放不下，我放不下你。
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情深，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我拿青春赌明天，你用真心换此生。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Welcome to our public square, don't think it, Philip Zhang to the States。 你好。怎么了？完蛋了。谁啊？我奶奶。跟我没关系，你放开我，跟我没关系，让我进去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认识你奶奶就行了。你们俩开门啊。共同毁灭吧。哎，这不是郑小姐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张经理不在，我们宿舍喷头坏了，来借他浴室洗个澡。张经理，你们家还真是洗浴中心啊。师傅，今天晚上好。孙子，真孙子。张奶奶，都怪你，就不能上你屋来玩，非得出来冻着。你待得住吗？你待得住，你回去啊。反正我是待不住。哎，我也待不住。那要不，咱俩今儿晚上回宿舍睡吧。那等等吧。等啥呀？万一那小子被揍了呢？咱不得拉架呀？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不该让郑有文揍死那小子吗？对呀。这就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床。我的真实状况，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。你不会后悔了吧？我哪可能？现在后悔晚了。我就是怕委屈你。委屈什么呀？挺好的，咱俩一个空乘，一个门童，都是伺候人的行当，还分什么三六九等啊？咱俩还算是同行呢。那差的还是有点远。你一个月的工资养得起你自己吧？能。那就行，咱俩精神上往一块凑一凑，生活上各顾各的，也不用管我。柳阿姨每周都给我一次你的排班表。你每飞一个地方，我就在地图上拉一根线，然后我就在网上搜索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，就好像我的精神跟你一起环球旅行一样。这架势，在电视剧里见过。有这么浪漫的电视剧吗？破案剧啊，警察抓变态杀手的时候不都这样吗？他在旁边贴几张照片，拿红笔打几个大叉子就更像了。我还有你的 X 光片呢，那不更证人吗？哎，别把那找出来。什么晚上做噩梦？这不我的吗？我都丢了好久了。我以前跟你说，
我头一回见你是在酒店的行政楼层，就是徐斌骚扰你那一次。其实不是，我头一回见你比那时间还要早，得有一年多了。有天晚上我在酒店门口值班，然后你送一个你喝醉酒的朋友回家，我给你开的车门，你们上车走了以后，我就在地上捡着他了。你猜这多少钱？350。再猜。不会上百吧？侵占罪够不上，但也差不多了。这么贵啊？那你赶紧收好，我不知道这么贵。我可不要，都熏上味儿了，你自己留着。没味儿。你给我点水喝吗？啊。矿泉水行吗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水呀、啊，我平时这么喝方便。你看你嘬一下，这都是干净的新的，真的。那你要喝不惯这个，我这还有可乐行吗？行。常温的，别喝凉的。谢谢。有问，你跟我聊聊你喜欢的和你讨厌的事儿呗，我记一记，免得到时候误闯雷区。喜欢买包。哦。那有没有什么精神层面的？精神层面的，我这么一大俗妞，我说我爱看书，你信吗？那吃的呢？你有什么忌口吗？什么都吃，好养。那喜欢干的事儿呢？喜欢看热闹，路边打架的我能从头看到尾，回家我还写观后感呢。那讨厌的事儿呢？讨厌。长得丑，还非爱上电视的，为啥呀？为啥？不愿意看难看的东西呗，看了就想砸电视，自己默默丑得了，还得出来折磨别人。那我攒点钱，将来飞趟韩国，也整个双眼皮啥的，不影响你心情。你长得还行，不用浪费钱了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你。这狗不要脸的。讨厌的呢？以前讨厌的事儿挺多的，现在我决定陪着你，一心一意讨厌你讨厌的。这够甜的呀！真心话。真的觉得你当门童可惜了，你就应该去卖保险。啊，困了吧？我送你回家。你这一天也真够累的了。走，宇文。不回了。啊？你是说你要睡这儿啊？嗯。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还得走回去，太麻烦了。我帮你叫个车，还是回家吧。走吧，宇文，走。要回你自己回吧，钥匙在我羽绒服兜里。拜拜。不是，他们俩还在外头呢，你这不走，他们没办法回来呀。你叫他们回来呀。他们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叫他们。不是，那他们就算回来了，那怎么睡觉呢？他们俩睡卧室啊。哎呀，那都
不行，不合适，也不方便呀。哪儿不方便啊？那你的洗漱用品也没拿吧？我用你的就行。不是，这太冷了，你这睡一晚上感冒了。那不有小太阳的吗？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你？喂。小子，出息！哎呀，不错。哎，怎么还没有发信息呢？师傅，今天你们回来吧，尤文在阳台睡了，我在师傅的床上睡。今晚你和经典凑合在卧室挤挤吧。咱们有那么不懂事吗？他把咱俩想成什么人了？哼！不用了，我俩回宿舍了。你，啊，走，走。好爱你，感觉人生已经好爱你，感觉人生已经好爱你。尤恩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刚才在楼下，我应该亲你来着。你试试。
活动从圣诞节前一周开始，一直延续到元旦假期结束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一下，没有特殊原因不允许请假。客房部这边注意，有客人带孩子入住时，要安排服务员扮成圣诞老人，送上我们专门准备的节日礼物。前厅部前台的工作人员要佩戴圣诞节相关元素的胸针，增加节日气氛。啊，还有，宣布一个人事安排，客房部的艾润冯远业担任临时领班已满一月，期间表现优秀，所负责楼层清洁维护等方面都有所改进，得到各方面认可。酒店决定冯远业正式升任楼层领班。还有一个人事安排啊，前厅部的 Philip 张光正，由于近期表现突出，礼宾部英语考试成绩优秀，现升职为礼宾员，试用期满一月后转正。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，继续提升业务水平，让自己未来有更多可能性。恭喜临门啊！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好嗨哟，感觉整个世界只有我最要。好嗨哟，好嗨哟。今天晚上第一次到了夜店，比我跳的人我统统看不见，像这瓶可乐一样危险。嗯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哥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帅了！把我脸再修瘦点。你都够瘦的了。行，那我再给你修瘦点。我妈，妈妈，哎呀，你莫慌嘛，好多照片修好了发给他。出息啊，真出息！花儿，你今儿啊是给师傅脸上贴金了。还行吧。你琢磨琢磨，领子上是不是缺点什么呀？啊，扣子，那肯定是刚拍照的时候弄掉了呗。你西服领上有扣子呀？我说是 Golden Key 啊。Golden Key 啊。孙经理说了，只要试用期没人投诉平安度过，下一步就安排我进入金钥匙的培训阶段了。嘿，上道了吗？这不是上道了呀？这是，老王。你要是以后进门送行李，看见我正哥站那跟客人谈笑风生，哎，你这做师傅的不尴尬呀？我尴尬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的徒弟里头啊，小郑郑可不是最出息的啊。目前为止，最出息的人当上房务总监了，比孙经理职务还高。打听打听，东三环边儿炒五星，我一进门就得有人管我叫师爷。那我进去也得管我叫师叔啊？那可不。听说过徒弟沾师傅光的，可没听过师傅沾徒弟光的呢。都一样啊，只要有人出息，我老王就沾光。哎，别说，我今儿沾两份光。哎，你可别把豆子烧进去啊。怎么了？哎，你看着豆子升职，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害怕？我有什么压力？他就是个楼层，他就是个楼层领班，又不是什么经理、副总，这光可沾不上。你别替人豆子谦虚了，我跟你说，豆子可是我们这波人里头啊，入行最短、升职最快的，那跟一般人能一样吗？是。豆子，赶紧修张照片发给我，我今儿朋友圈也得嘚瑟嘚瑟。你赶紧给我催他去，豆子。豆子，喂，你没指标了？嘘，睡着了。嘘，没指标了，有指标我也买不起。
买了复习资料，全是最新版的。怎么考得这么差呢？复习的时候挺自信的，一到考场就掉链子，感觉他跟克我似的，活生生的考残废了。我感觉这辈子我都拿不下他。你们想看看有多差劲吗？来看看看，那真不是啥优秀青年，那党文同就是为了混日子，根本不可能有啥前途。以前是你高看了我，我也高看了我自己。但是从今天起，我希望你们能记住，我陈景殿就是个门童。我还挺佩服豆子，指挥客房部那些人不容易。这些天他都没怎么休息，跟他一比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。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一个夸父追日，一个精卫填海，都不差。哎，一会儿豆子醒了，晚上咱们出去烧烤去，好好庆祝一下。不去，仨电灯泡照着，您不晃眼啊？是啊，师傅，我听说九斤好几次都没来上课了，你最近没跟他联系啊？他之前不是说挺忙的吗？这天儿也不是吃烧烤的季节呀，再忙也不至于连一个小时都抽不出来吧？那圣诞舞会他来不来？哎呀，不知道啊，所以我说过去问问。这回我请客，来吧，金典。那边不是谁请客，哎，你让他请，你请我就去。我不能白在楼底下挨冻啊！那说定了，说定了。师傅，这回你可得正经表个白了，你不能让人家女孩先说吧？对呀，你等什么呢？这水到渠成啊，水到渠成，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准备啥呀？你再不说，我们替你去说了。哎，老王，你俩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别到最后让人女孩等不起了。到时候你就一个人后悔吧。哎呀，我是刚才给他编辑信息呢，我这也没发出去。行，我试试。是，哎，你们俩到时候别看着我就行啊。行，到时候我们戴着眼罩闷头吃。对。还挺关键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会现在就要去吧？师傅，你有大事儿，我也有件大事儿要办。这个怎么吃？切片。哎，蒸米饭放多少水啊？一指。一指。看看哪个一指？张光正。你手指头在后面抠着什么呀？我根本就看不清楚。你这样，算，你过来，你先把米饭蒸上，蒸完你再回那窝着去，行吧？阿姨，我不许去。我们两个在谈话，你没有看见啊？谈话？谈什么呢？我怎么没听见声音啊？你做你的饭吧。哦，把门关上。哦。哎妈，那个苦瓜焯水3分钟够不够？姑奶奶，
你是不是要喝苦瓜汤啊？你觉得我的命还不够苦吗？刘阿姨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怪你，晚了。怨有恩，他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根本只能怪我了。看人不准，一定要把你往他面前推。现在好了，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门童女婿回来，你说说，我的内心，我内疚不内疚？我舒服不舒服？Sound goes down, darkness comes. I find